大家好，哎，这个视频今天我们来测试一下这种锁，步阳月牙双排。像步阳月牙双排的话，在我们全国范围内，应该是说 B 级锁以内的锁的话，它应该是市场率占有率最高，在非常大的比例吧，不敢说是最高。而且的话，这一把锁的话，它的齿落非常的深，就是说这把锁的齿落非常的深。它应该比一般的锁要特别要难开一点。人家以前我们就说过，开锁这个东西，齿落高差越大，它就越难开。来，我先把它固定。刚刚我是用那个 B 钥匙开的啊 ，A 钥匙是昨天被我开了一下，你看打不开了。B 钥匙跟 A 钥匙是一模一样的，它只是 B 钥匙比 A 钥匙。它只是多了一个点而已，多了一个这里的一个点。锁匠朋友一看就知道啊，这样证明的话，我们这把锁没有做弄虚作假。然后来一下，我们来测试一下我们自己做的这一个工具，做工还是不错的。刚刚做出来的上面还有油，看到没有？油光泛亮的，插进去是刚刚好的。来，我们这次的话，我们测试多种填料来做开启它。最简单的第一种的话，我们就用锡纸了。其实啊，我发现很多人呐、啊，他锡纸填料的时候啊，他忽略了一个问题，就是什么问题呢？就是那个齿落，就是说那个像钥匙嘛，你看，像双排的钥匙，它们齿落可能是一个高一个低的，就是一个上前一点，一个厚一点的。所以说，当我们在填料的过程中，如果说是用锡纸开的话，在填料的过程中，我们就要注意了，一般要给它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填料过程。一般情况下我们就要给怎么说呢，要给右边这里，要这个它这不是有切条的嘛，切口的嘛，锡纸工具都有切口的嘛，给右边这里上的稍微高一点，放平一次，上好。左边这边呢，我们就把它稍微浅一点，这样这些每一个齿落这里呢，就是这隔着呢，形成一个交错。没上好这一把，我手上没指甲，看看交错形做好了吗？行了，交错形已经完成了。上好了，上了以后的话，一定要用手指甲，或者是用模具板把这些啊边上的锡纸啊按下去，按扎实了。正常情况下是一定要按扎实的，然后调整。还是老老实实的这样子塞进去，这样塞进去，老老实实的啊，手一定要顶住它，让它这个锡纸条平整的下去。待会呢，我们会测试用其他的工具来开。我们的工具跟其他工具区别就是这个跟传统的锡纸工具的区别就是，它可以用多种不一样的那个填料去进行开启。来，第一步上下，再上紧一点，先上下。上下的步骤是最重要的啊，你下次就不怎么想说了，因为这是个基本的常识。然后才是左右，看见没有？这次是一次成功。为什么这把锁开得这么快？其实告诉你吧，大家看一下齿落，看到没有？堪堪刚刚到位，这样子是上料的时候的话，一些细节。有些人为什么开得慢，就是因为他按正常的单排的上，不管那一个锡纸条的那一个长短，它就这样子。你看嘛，锡纸条这里它不是有切条的嘛，它每一个切条事实上是对应一个齿的，我们要注意细节，知道吧？来，我们再测试一下，这是 A 钥匙，能不能打开它？A 钥匙仍然无法打开它，必须还是要用 B 钥匙，原装的 B 钥匙你才能打开它。证明这把锁现在目前来说还是好的。那这一次我们换一个填料 ，OK， 这次用什么填料呢？生胶带 ，OK， 我这一次的话是给它卷
剪多少圈呢？哎，我剪刀呢？我靠，每一次拍摄前我都要掉东西的。几经辛苦，我的剪刀总算是找回来了。哇，找了半天了，所以说刚才我把镜头给截断了一下，因为找的时间太长了。我们做布阳双排珠这种的话，我们那个填料填的稍微高一点，就是说填的稍微厚实一点，因为它的那个齿落上下浮动太大，我们平时掌握不好，所以说的话最好还是尽量的填。你看这样是八层这样子，这多少层呢？顶你个肺，没算呢，不管它，来，应该是八层吧。没管，反正我自己靠感觉的。我们每一次填这种生胶带的最好的就是折好的，像这样它不是有个弯的一个窝嘛，我们要尽量把这个窝给填平，那种高度或者稍微高出一点，其实高出一点会比刚好填平要好。因为那一个像这种生胶带啊，他们是会那一个经过挤压他们会缩水的嘛，不知道这个解释大家觉得合不合理。来捅进去，没弄好。把它拨一点，这样是都是半折的啊，这样子折下去的话才方便它插进去啊，不然的话它中间会退位。摇，争取让它到位啊。哎，我的摇杆呢？摇杆在这里啊。像这种生胶带的话就不需要这种导针了，导针只是为了方便锡纸条进去的时候用的。老规矩，上下摇就是老规矩，摇多几下没所谓的，千万不要急啊。最讨厌那些人急急巴巴的，待会一不小心把工具头给弄坏了。这工具头也是钱啊，虽说不是特别贵，但是也是钱啊。我们是很勤俭节约的，所以说我就慢慢摇一下，这要紧一点，一次到位。怎么样，我就说了上下摇是关键。人家原先我们做这工具的时候，有老师还专门跟我们说上下30次左右2-3次是什么概念，想一下是什么概念。来，大家看一下这个齿落，这个看到没有，它主要有几个深的地方，一个洞两个洞三个洞，这个齿比较深，还有4-5中点深，然后剩下都是浅的。上下呢就是让它一次性到位。跟你说生胶带填双排珠双排那个半圆呢，就是有一个要求，就是这个细节啊，就是我们填料的时候不能像我上次不是开那个双排曲线嘛，我只用了4-5-6起，那一个你开这个的话起码要8层起，因为它这个的钥匙啊，它比那一个双排带曲线的钥匙啊那个深度要高很多，知道吧？你看这个深有多长，这个才多浅，深浅不一样，所以说我们用的填料方式也不一样。来，我们再试试一下这个锁的好坏，还是拿 A 钥匙，就是装修钥匙嘛，看看能不能开，还是打不开的，不是说你想开就能开的，你必须要达到一定的条件。来，还有这是 B 钥匙了嘛，装修完的 B 钥匙，看看能不能开，不能开就说明锁损坏了哦。能开就说明锁还是好的，看见没有，对不对 OK。 那边我们再试一下第三种填料啊。哎呀，这是我先前，这是个地垫啊，就是垫在地上给小孩子玩的，我乱搞的，随便剪一下。我们的工具好是好在什么地方呢？刚性好，知道吧，可以经过我们摇。二的话就是数据的精度比较高，很多很多同类别厂家出的，他们那个数据就不是很精密，不是很精密的话，它就是偶尔有些能开，偶尔有些不能开。哎，锁呢？工具呢？这时候剪这个的时候就要拿工具做模子了啊，要刚好是说可以平平塞到工具的这个槽里面，平着塞进去的，要做一下，不是说你随便剪就 OK 的啊。我这个好像剪的有点厚哎，剪的有点厚啊，厚啊，
后也不管它，照试。做双排柱的话，我们要从中间啊，要把它剪断一下，因为它这个不是两个齿嘛，中间的话它可能位置的话占得太大了。我们要从正常情况下，我们双排柱的话，像这种用泡棉的话，我们会从中间给它剪开一点点，中间开缝，就是方便中间的那个齿啊，其实就是这个齿啦。来看一下，哎，好厚的感觉啊，再给它剪薄一点。这里排好了以后啊，行不行？我操，我剪的真烂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手法很差。这时候的话，以前是用那个泡棉的，现在的话我们不没有，以前是用双面胶粘的，现在我们不用，我用生胶带，就截一截，剪一截短一点的生胶带，也能给它打开掉。看一下，真的是，哎呀，我这人手工太差了。你看剪的线都不直，来来来，包住它，嗯，最好是一半一半的包。这个为什么呢？因为正常你普遍你不塞这个东西的话，它会断掉在里面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那个泡棉啊，那个海绵垫啊，会断在里面的，因为它这里尖头的嘛，你给强大压力，用这个外面的生胶带去保护它，来试一下。左摇右摇啊，一定要顶住啊，千万不要让这个泡沫什么之类的退出来啊，一定要顶住。你看我每次我上周一定要顶住它，然后才上的，因为我顶的时候就可以让它里面变扁一点点。也不知道好不好，成不成功。这一次我剪的太差了，开启的成功率我不敢保证。左摇右摇，上下摇还是关键啊。主要是让它这个泡棉啊跟里面的弹珠进行挤压，变成那一个仿真钥匙。那左右就是好像说，如果说它已经做成了一个真钥匙的话，左右随便一开就 OK 了。如果说它上下按的时候没有形成一个真钥匙，你左右怎么摇都不行。看一下行不行？就这样压嘛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这一直有压迫。这个模具，我们的模具啊，我们做出去模具有个槽，一直利用这些泡棉或者是生胶带或者是像这样锡纸条，也是一样的原理，把它压成那个正常可以开启的样子。你看像这一次的话就不能左右摇起了，因为刚才我切的比较厚，知道吧？你要刚刚好，就是说我们的填料要刚刚好的时候，就可以说我们上下摇一段时间，就可以形成钥匙，就开就行了。像这个就不行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刚刚收肉了嘛，我一不小心把它给剪厚了，我做这个条剪的太厚了，所以说现在左右开不了。那这样子怎么办？那就是继续上下摇喽，上下摇多摇几次喽，然后上下摇多摇几次以后再左右了，左右也可以形成压迫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再上下喽，所以说我刚开始就没有处理好。很多人啊，他就说，我看你们视频啊，开怎么这么快啊？哎，人家开得快是正常的，人家天天在开，细节注意的很详细。你这种新手初次拿到，你不知道细节，乱搞一通乱搞，对不对？如果这次我打不开的话，我就重新把它给剪薄一点，剪得更漂亮一点。你看嘛。我都说了，这把锁是好锁来的，不是说你想摇开就摇开的。你最少要东西要搞得对，对不对？先前两次看起来很容易是吧？事实上不容易的，你是靠经验的。像这一次没成功，是因为我刚开始我是觉得有点问题，只是我不想中断这个拍摄的过程。还是一句话，太厚了，这个太厚了，看到没有？我没剪好，我再剪一个，搞干净点。我们做这个主要是要做数据，做细节。是你那个呢？还是这个吧，继续再剪一下。我在背后剪啊，不要让你们看见剪这么脏的地垫。这个地垫之前我是放在家里面给小孩子玩的，因为我今天突然要拍视频，所以说我把它取出来。应该可以了吧？不行，我再调一下。
你看，只能这样子啪。而且我跟你们说啊，我们这个工具呢有个特点，就是说它并不是指定的要求这几种，它只要是有一点，它说只要有你有弹性的东西，你都有可能会去打开，都有作用。你有弹性，知道吧？有弹性的东西都可以。哎，这是薄一点，也不能太薄，因为它这个槽比较深。那一点点的调试吧。其实我不是很喜欢用这种这种垫子的，我喜欢用生胶带。因为生胶带呢，它不需要导针，而且的话，反正不够再调，它本身也比较滑。这一次是比刚才那一个呢稍微薄一点点啊。然后我先把这个粗角的边给剪掉，然后再会的话，我再跟着那一个胚子呢，那这是胚子嘛，我把这胚子对一下，厚了一点点，再剪一下。哦，对了，大家如果说购买类似的工具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相信人家说每一次都是一次性成功的那一种啊，那不可能的，我告诉你。真正的开锁过程，我们会在开锁中碰到各式各样的困难，因为每一把钥匙它们的数据多少是有点误差的，不能说一个数据就可以通杀所有的锁，这是种东西是绝对不正常的。即使是一模一样的数据的锁，它如果说在不同的地方使用的话，有些地方灰尘多一点，有些地方干净一点，它们可能就不一样。哎，这次我是这样剪它的，然后的话还是老规矩，从这里接个条，留出个中缝，留出中缝给这中间这个位置，来看一下这次成不成功。这次我还是比较看好的，因为我觉得，哎，好像这边又厚了一点点了。注意细节，反正我们不急嘛。我这人呢不怎么会剪辑，所以说的话我不能像其他的高手那样子，只把那个成功或者是说很顺畅的过程给快速的过去，或是怎么样弄啊，我是不懂的，因为我只是一个锁匠，我并不是一个那个会玩摄影啊，会玩剪辑的那种人啊。我只能跟大家分享真实的开锁的过程，以及真实的开锁的心得啊。这样子来，行不行？试一下，反正先试过为主喽，不试不知道，试过才知道。不要走，这一个泡棉呢，就比先前的泡棉要薄一点点了，叫泡棉吗？地垫，对，这次用的是地垫，在家里面平常给小孩子玩的地垫，或者是说瑜伽垫这种的。塞到里，塞的我慢慢塞，这次我塞的比较用心，一直没有塞到底。哇，暴力塞到底了我。打不开的我。暴力塞到底，说明刚才那一次的话，在里面有剩下的东西在里面。好一点，上下摇啊，上下摇是主要的目的啊。上下摇是真正形成那个软钥匙的一个关键步骤，左右呢只是说。在里面的填料已经变成一把软钥匙、仿真钥匙或者是一把假钥匙的过程中，就是已经做成了，直接扭就好了啦。上下才是关键啊，左右的话是补助啊，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啊。来两把，好，不然搞乱了。试一下。失败，就是说我们要摇的次数，好了，可能还不到位，这次给它用的时间长一点。我说架子有点摇晃啊，正常按在门锁上是不会有摇晃的。
不是吧？不是因为我是旧的垫子，我今天随便从我们家垃圾堆里面捡出来的垫子，他就不给我用了？不会吧？我顶你个肺啊！你不要这样对待我好不好？这样你又让我有挫折感了。你要知道这个视频我是不酸的嘞，一直是上传的，这样不行啊！我还有，赶快开，赶快拍，赶快开，压出一个好印子来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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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看！靠！应该差不多啊，看这印记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这上面就已经有齿落了，但是这个齿落呢，好像就比较浅。哎呀，我没耐心了，今天酒喝多了，没耐心了。那这样子吧，我们来个，哎，我再试一下，再试一下锡纸条能不能开。看是不是被我开多了几次，它不好用了。来，再拿点锡纸条来试一下，拿锡纸条来试一下，能不能开？看是不是锁被我之前给弄坏了。因为说实在的，以我们这种工具开锁的话，多多少少会对锁具是会有影响的。形成交叉齿落啊，这个是很值得注意的东西。形成交叉齿落以后，把这两边给压好压实，然后再搞形要搞得漂亮一点，要让它稳稳妥妥的伸进这个钥匙孔里面。这次再看看是锁变得不行了，还是我的填料没填好？哦，来来来，一镜到底啊！看一下，还是上下啊，还是上下啊。你看这左右，哎，没有第一次那么好了，可能是受到，哎，开了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一个什么问题？你大家说一下，这说明什么问题？这是说明这个填料我没弄好。所以说的话，你别看有时候可以开得很轻松，但并不代表你次次都要轻松，因为有时候你的细节你可能没有注意到。就像我在剪切这个的时候的话，我的细节没有注意好，我在厚度方面没有掌控好，所以说它是造成了一个很辛苦，你都开启不了。但如果说有些东西你细节掌控好了，像刚才我说的，双排珠交叉齿落这样摆放，然后上下摇，然后再开，是不是细节掌握的好一点，然后它就开了。然后像这一个的话，像这个生胶带的话，它厚度我掌握的刚刚好，十层十二层的，哎呀忘记了，不管它了，反正就是那个细节我掌握的好。但这个因为是用剪刀剪的，手经常一抖，它可能就剪的不到位什么之类的，厚啊，还要么厚一点呢，要么薄一点呢，可能你看，像这里就是厚薄就不统一的，所以说就会出现细节上的差误。行了，不管它了，我不打算拍泡棉了，因为我已经烦了，拍了这么久，哎，可以了。刚好这样子也好，给大家刚好可以看见有成功也有失败。为什么成功？它为什么失败？对不对？这就证明这个东西是真实的东西。我们从来不玩虚的了。你看失败我也留在这视频上，我绝对不会去说去剪它。好了，下次的话我给大家测试其他的那个工具啊，好不好？这次就这样了，拜拜。